大家好，我是千鸟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蛋革命》帝王陵墓。复活的死人。A chakram from India. What a sly thief. I've commandeered the other two. So, what happens now? I don't know, you tell me. A little light in the darkness. Go away! Busy! Wait. Look. It's a map of the taverns! I'll find out where it leads. You stay here! Merde, Leon!没关系，交给我。小孩子该睡了，很晚了。哎，把的格挡的那种比较厉害一点，才刚说完我就被砍到了。What's all that then?啊，这个应该要在教堂里面。的楼梯。守卫好像有少一点哦。跟之前比起来。这里居然有这个诶，在上面。可是怎么会有这个任务啊？哦，要把这些全部破解，我才可以拿到书结之音。那我应该先去破解。因为我都来了。不小心丢了两颗。不要陷入冲突。
狂暴了，让你们的老大狂暴跟你们打。诶，老大狂暴之后就不会打了。小兵都死了，剩下老大，又来一位老大。我就等着杀掉赢的人吧。觉得这个没有发狂的会赢，好，可以安心了。可以不用来这边啊！哦哦，自己耍蠢。这个是。There。有什么？我知道，啊，不对，我只要点有墨水的，是不是？我还以为是要全部点人。每次要爬这个水真的麻烦，每次游泳就要重新加灯油。
居然点对了。正确了吗？哎，正确。The ghost. What sort of device is this? The map on the plate is made out of light. 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正确的。要解开谜题，失败了。那我要踩对顺序。这个最好是会显示出什么那个啦。我知道怎么踩了。它是形状接着形状。耶！他们不是已经死光了吗？空中刺杀，人都没了，我要怎么空中刺杀？不是这边啊。在下面没有错，可是这边看起来就只是一个水坑。好，游入游入。这里也是没有敌人的。怎么？居然有人！这高度应该不会摔死吧？
空中刺杀，我要刺杀什么？这里没有人，你叫我空中刺杀，告诉我失败，好好笑啊！那我应该先点个火。哦。他告诉我升高的高度。不对，还没。这个还要再一下，那我要怎么回去？这应该跳得到吧？然后，或许这样。耶，回来了。外面又变得都是人了。找出正确的钥匙孔。The lock. Now for the golden key.
他钥匙。两个次要目标都失败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，拜拜。